狼殿下本月开播，肖战李沁再合作，男主王大陆能否翻身？就在剑王朝播出倒计时的今天，又传出了狼殿下本月播出的消息。狼殿下和剑王朝一样，都在最让人期待的古代剧名单中，而且还是肖战的存货，大家的期待值可见一斑。而原本以为狼殿下会再度潜水，但看着如今提档的电视剧这么多，大家心中肯定也会暗戳戳地期待着狼殿下的播出。不过转念一想，狼殿下即将上线这件事还是有苗头的，不会是空穴来风。在很多电视剧开拍之前或者是开播之前，总会有那么些小道消息，而且准确度很高，毕竟剑王朝也是闷声就定档了，而且还是忽然就有了新动态。那么狼殿下导演也是忽然就转发了博文，这是不是意味着狼殿下很快就要上线了呢？不过在各方消息来看，王大陆虽然担任男主，讨论度却远远不及身为男二的肖战，不知道剧集播出后他的表现能否带来高光时刻，压过肖战的男主光环呢？